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昨天晚上我是怎么就是开心的站在切尔西看台对着热刺唱那些歌的，今天阿森纳是怎么对着我们唱那些歌的啊。是顶级山顶啊，我身后就没有位置了，我是倒数第一排。站位都非常的靠前，扎卡每次一到六十分钟、七十分钟就很容易申请红宝石，但是今天二十五分钟就下去了。今天阿诺德怎么回事啊？阿诺德是不是刚从新冠恢复过来，状态不太好啊？扎卡被罚下去之后，阿森纳虽然就是不在高位逼抢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阵地战对利物浦来说是更难打的，好愁，我有点发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萨拉赫了，真的太难攻进去了。我受的痛哦！哇，自从扎卡下来之后，这个场面就变得非常难看了。那个阿森纳肯定是就是。摆大巴了嘛，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人家毕竟不摆大巴就找死了，对不对？当然利物浦的进攻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半场结束，这个半场看完我第一感觉就是想念萨拉赫的第一天。萨拉赫你在哪里？妈妈好想你啊。而且这个半场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联赛第一回合，就是打切尔西那场，因为当时里斯詹姆斯不也是被红牌罚下了吗？但是我们也只能看看在主场逼平十人切尔西。联赛杯也是两回合嘛，对不对？那阿森纳肯定还是想在比如说能在利物浦的这个客场拿一个平局，然后回到主场，对吧？
再揍利物浦，主场优势肯定还是有的，哎，所以这个红牌算下来，我怎么觉得还是利物浦亏了呢？怎么回事？当然也是因为利物浦自己发挥不好，太菜了，哎，太菜了，太菜了。太稳了，现在61分钟了，根本打不进去，根本打不进去，太难了。节奏啊，我恨非洲杯，我就一句话，我恨非洲杯，我恨非洲杯。真的太难看了。哎，萨凯好像，萨凯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在睡觉，然后但是脖子很痛，而且我今天身体也很不舒服，说实话。然后我就来看到这样一场比赛，我很难过，就是，哎，我也是破防了，真的。也在唱我昨天在切尔西看台上唱的那首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We're going to Wembley Que sera sera。 我好希望今天我也可以站在我们利物浦的看台上一起唱。不过往下走的时候呢，突然看见了这一句标语， Welcome welcome with hope in your heart。 好吧，那我会在伦敦等利物浦，希望利物浦可以做到客场的绝地反击。哎。
and the sweet silver song over love.